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老觉得有人在偷看咱们。嗨，就这事儿，到时候我把他眼睛捅瞎了，不就行了？不能掉以轻心，要做到人不知鬼不觉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董事长，还有嘛事儿？另外，小岛在的时候，干活积极点，可以不出活。明白。董事长。曹操，小岛君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还比较顺利。现在给他们解决刀的问题。刀是你磨的？是啊，不是我磨的，还是你磨的？厉害厉害，多硬的钢口，什么角度的刀你都能磨出来。这一手啊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。一看就是假话。什么假话？真心的。跟你说个事。嗯。多长时间能完成？三个月。三个月。嗯。曹操，来，去看看东西。秘密武器？不行，你们在中国土地上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够啊，竟然还做这个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你也清楚，想赢得胜利就要取得先机，现在各参战国都在加紧研究新式武器呢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这东西可不止图纸上这么一点吧？咱们只是研究着秘密武器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别小看这一小部分，没有它可真不行。那个其他部分在哪儿实验？这个可以告诉你，在亚洲好几个地方，东亚有三处。在东亚哪儿啊？曹操，这可是最高军事机密。军事机密我就不打听了，但你想没想过后果？这东西一旦造出来，得有多少人因此丧命？你说有多少？你竟然反问我，这都是人命啊！对，是人命。战争本就是人命堆出来的，谁抢占先机，谁就能少死人。你了解我，你说我能干这种事吗？曹操，你放心，这武器不对中国。原因很简单，中国是我们的。那就是美国人了。曹操，现在战争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，特别是太平洋战役，日军丧失向东京提供早期预警的能力。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硫磺岛进攻了，硫磺岛早晚成为美军在日本家门口建的一块跳板。报纸上你也看到了，太平洋战役死的、伤的、俘虏的，包括你们集体自杀的，成千上万。关键是日本从此没有屏障了，马上美国人就攻打冲绳了。冲绳一旦失守，后果你比我清楚。嗯，所以做这样的炸弹，去炸硫磺岛和太平洋诸岛的美军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两个月日本就将会被美军炸成一片焦土，之后日本就要战败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美国人在日本为所欲为，更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亡国奴。当初谁叫你们把亚洲那么多国家的人都变成亡国奴的？俗话说，不是不报，那是时候未到啊。曹操，我们别说政治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如果是尽全力的话，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事？如果杜松不捣乱的话。这点你放心，
我已经把他撤了。撤了？我当众扒了他的军衔。曹操，要多长时间？现在是1月底，4月份左右吧。不行，3月8号之前一定要做好。那不到3个月。 如果做不好的话，我肯定会切腹自残。在我切腹之前，一定会死很多人。我知道，也包括我。真的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场景。 哎，哥几个都吃上了啊！不是说好我请客的吗？来来来，上好的猪头肉啊！来，哎，坐坐坐这儿坐这儿。哎，全子，一块吃点。来来来，不了，太腻了。那你们多吃点啊。这上好的猪头肉啊，四哥，花这么多钱干嘛？不过了。哎，我这不是看你们每天加班吗？我心疼大伙儿。来来来来，吃。哎，加班那是机器坏了，不修不行啊。哎，四儿，我听说。 董事长也帮你们修啊？是啊，董事长的技术不服不行啊。那董事长又自己做件了？那是，别人做得了吗？那董事长都自己做什么件啊？机修工段那几台设备都动啊。哎哎，来吃吃啊！嗯。 何炅，那我就再退一步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做完小岛叔叔工作之前，可不能结婚呢。我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干杯！要是动物的话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狐狸。狐狸？狡猾呀！ 擦吧擦吧擦吧，我告诉你啊，擦了我也不付你工钱。哦，工钱下次小姐已经付过了。嘿，她想的还挺周到的。哎，赶紧做饭去吧。哎，老爷好。新来的佣人。我告诉你啊，赶紧把她辞了。 这准是安插在咱们家的眼线。我要会见国共两党重要领导人。出事了？哼！大事！将军，报告大军，这些啊都是我从床子底下抠出来的。
走，赶紧通知上层。曹华礼说，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决策人商量。史密斯中校什么说道？已经到天津了，只是一个美国人太显眼了，咱们跟他碰面，可能会有麻烦。这个我来安排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史密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我可都没法交代呀。 将军科长，化验结果出来了，这是用一座枪械的材质。你确定？这种材质根本不用化验，肉眼都能看得出来。将军，我佩服您的锲而不舍。敌国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准备窃听失败吧。嗨。 小岛局长，这铁屑是做枪用的。真的有人造枪？这是化验结果。杜松将军打算在曹华礼家安装窃听器。原则上，我同意你们这么继续侦查，但一切都要谨慎，特别是安装窃听器的时候，曹华礼很敏感。 不能再触动他脆弱的神经了。嗨，以后每晚到我这儿来汇报一趟情况，实在不行，也必须打个电话。嗨，还有一条，我授权你有阻止杜松极端行为的权利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嗯，放心吧，我跟你的权利。 是连内田司令官都没有的。知道我为什么默许杜松留下吗？他有可用的优势和经验，但他是个极端的人。 可以多给钱，适当加一点班可以，但不能太多。肖大军，你把第二期图纸拿出来，我研究研究。曹操，都想到第二期了，是啊。我去取。好。董事长，嗯，去职工傅小四认识吗？嗯，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。昨天晚上。 他请几个工人吃饭，大晚上的跑到机修工办，然后在车床底下找了好久，然后向特工科汇报去。哎，这个杜松啊，还咬着我不放啊。嗯，你说嘛。嗯，那个纪大姑说，让你盯着这个人。是。锁门。 记住，那边就是菜市场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，快！快！起来！快！
到楼上寻找合适的位置。 摧毁日本人的计划，这你放心，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。我们军统就算剩下一个人，也绝不能让小岛的计划得逞。我也想办法，不让你们付出那么大代价。 合适的位置吗？我在楼上看到一栋白色的大楼，正对这里。什么大楼？好像是海宁大厦。下次他们的记者站就在那里面。好，走到海宁大厦去看看。嘿，走。嘿。我再确认一遍，曹先生还是要杀杜松吗？是的，因为他严重影响了我的计划。现在他已打入我的工厂。 发展了汉奸，还曾查出我做过枪。曹先生，您打算怎么刺杀呢？我还在考虑。一定主编。 小村科长，找我有事吗？我们需要征用一下你这间屋子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将军，距离是1600米，非常安全的距离。没有能打这么远的枪，我们还能把窃听器直接接到这里。他的所有事情我们都能知道。马上安排。另外，撤掉我们门口的人。 让曹华丽认为，随着我被革职，特高考已经撤销了对他的监视。明白了。
看来这儿没人进来。你以后啊，有重要的事儿呢，一定要在新一的房间里说，或者厨房里说。这杜松算是把咱们给盯死了。你说不杀他行吗？哎，一会儿我去地下室把那黑板拿上来，咱们要是不能说话的时候就洗吧。哎，有点特工的味儿了，不比金梅差。 怪不得小子换你呢，给我照顾的不像，还在两天呢。哼哼，这简直就像在看电影啊！我要求你们24小时盯着这块荧幕，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七大姑暗杀事件，只要他在屋里，就说明可以排除。 奇怪啊，咱们家周围那些可疑的人都没了。我看见了，这不像杜松一贯的做法啊。难道他对你起初怀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他恨不得把我给吃了。这里边肯定有问题，要不明天你去找那个日本女人了解了解。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得想好理由啊。 算你们厉害，都把线接到海宁大厦了。嘿，这样可以在海宁大厦直接听到曹华里的对话，还能通过望远镜看见他的一举一动。不行不行，曹华里是机电专家，他会发现的。这个我们知道，但请小岛局长放心，我们这次找的也是专家，不会轻易发现的。那行，但记住。 谨慎，再谨慎，不能因小失大。嘿，发现什么了吗？目前还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，他好像遇到了设计上的难题，在困扰着他，似乎有些焦虑。没别的，没有了。不过有些奇怪的声音，我们还得再继续调查监听。这个曹华里，真叫我看不懂。 你们说他是七大姑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。后来他的种种反应、表现，都叫我不得不怀疑。但给我办事，又是那么的认真，也不能排除他和您的关系好吧？这样吧，你们帮我铲除他身边一切的不利因素，绝对不能给我的师爷拖后腿。属下明白，绝不会收敛。 这就是杜松的汽车，曹先生，您这工作做得比我们都细啊。我呢，想知道他扎在这儿这么长时间干什么？嗯，交给我们。另外，我还想知道他的这个大厦是哪个房间？这个也能办到。还有就是，我要知道这儿到我家距离多少？行，没问题。那行，你们去吧。好好。 曹桑，夏子，
周末愉快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当然了。你第一次送我花，太让我感动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请你吃饭，上车。 最近没看见我那个对手来了。你说杜松吗？啊，被革职以后好像就销声匿迹了。没到你们这儿来？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呀？没找你麻烦？你知道我不喜欢他的。他跟你们报社谁熟啊？他才来天津多久啊？我想除了我之外，他应该不认识别的人吧？ 曹桑，嗯，你不会想他了吧？哎，不打不成交啊！多远？队长，1600米，准确吗？差不多。 阿卡，你这个中国猪，以后不许再来！滚！曹先生，杜松是在三楼的第五个房间里，估计他是住在里面。他住哪一面？很明显，面对你家这一面。对，他是在住这一面。 曹先生，嗯，杜松好像正用望远镜看。马姐，嗯，你对付一下，让杜松尽量往我书房看。好。曹先生，你是想狙击杜松？我这样一枪把他打死。曹先生，不行啊，这儿离那儿有1600米。 您这把枪最多打650米，而且您这枪管还截到点，装了消音器，最多也就打400米。1600米，准确吗？准确，量过了。那什么枪能打这么远？没有。哎，太遗憾了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这世界上就没有打那么远的枪吗？据我所知，美国的 M190 3S。 春田狙击步枪，苏联的莫辛纳杆、托卡列夫 SVT-40， 德国的毛瑟 98K G43， 英国的里恩菲尔德，还有就是您现在手上这把99式日式步枪是枪里狙击最远的，但最远射程都超不过1000米。真没有？真没有。那就太好了。我要从这一枪把杜松打死。 他绝想不到是我打死的。但是没这么远的狙击枪啊！我会做呀。做？你会做？那太好了。曹先生，你来出这个图纸，我们帮你准备材料。也好，这样更快一点。将军，曹号里不会看见咱们吧？咱们要不要关灯？你过来，过来。你用肉眼看看对面，能不能看见他？ 将军，看不到。你看不到他，他就看不见你。小孙呢？我来了。小岛局长那边有什么发现？小岛局长说，曹华里现在很卖力气。假象。他现在是先把小岛局长给捋顺了。报告长官，关东军的刑讯设备已经运到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嗨，将军，什么刑讯设备？是我新进的。 是现在最新的刑讯设备。您说的是特高之神屠方雄发明的？对。
他是我的学生，他发明这种新型设备，叛变率是99%。将军的意思是要拿这种设备对操化里进行刑讯吗？嗯，先找一个人试试，我倒要看看这种新型设备有多厉害。好，这好办，我这就有个现成的。好，将军，将军，有情况。 这个拿去做拉力实验吧。是，董事长。别高兴太早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拉力不合适，还得重新战火，重新实验。我知道，这已经不简单了。曹操，我真的高兴，你总算是收心了。最近干活很出火。我收什么心了？ 前一段时间，外面轰轰烈烈的，你没少凑热闹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热闹什么了？那是杜松故意折腾的，又是杀人又是绑架的。哎呀，杜松将军是资深特工，他的怀疑也不是无风不起浪的。听出来了，我听出来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？ 很多案子跟我有关，是这意思吗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不关心什么案子不案子，我只关心我的计划进展。那你太没原则了。如果说我杀了很多日本人，还能在这儿干吗？啊？是，只要你帮我把目前的工作做好，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别，你还睁眼吧啊！ 你呀，你把杜松叫过来，好好审查审查我，啊！杜松怀疑我，我能容忍；小岛你怀疑我，不容忍。你较什么劲呢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跟你的友谊。两回事儿。两回事儿啊！我杀没杀人和友谊两回事儿，别混一块儿。你瞧你，还是那么倔，什么事都搞得清清楚楚的。 我呀，我还在家里边等着你们来，啊，审查我，好不好？审查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说错了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干脆搬到厂子里面住，省得杜松他们老是麻烦你。哎，那倒用不着。再说了，我每天这儿忙完了，我得回去听大鼓，看京戏，我得放松放松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忙我的破项目。 老板，这白菜多少钱一斤啊？啊，5毛。2毛？便宜点吧。哎，这萝卜呢？啊！哎，干什么呀？放手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你看。哎呀，几天时间做出来了，真不容易啊。 这是我们发动天庭好几个工厂的力量，严格按照你的图纸做出来的。这个真正打1600米？能，不过子弹要特殊点。哦，行。三爷，不过等枪做出来之后，一定要试射才行。试试。你通知贾师傅，让他告诉全子，明天我上厂子，让别人缠着小道。就这么说。啊，这么说他就知道怎么做了。另外告诉他们啊。 是七大姑派我做的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看着我呀？啊，没有，今天那个佣人被特高课带走了。
特高科恐怕给他下任务了。啊，那咱们心里有数就行了，啊，别惊动他，啊，也是好事。 董事长，怎么样？这件还是不行，还是角度问题。董事长，我是四级车工，这不赖你。我了解这活，七级工干的都费劲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亲自来呗。啊，曹操，那下了班这……不用喝酒。你现在去。 给我来杯茶倒是真的。好。喂，平田，啊，你现在就去我的办公室，把最好的茶叶沏好，是的，给曹操带过来。好的。听到没有？快去。啊。嗯嗯，董事长，那家做好了，不知道合不合适。嗯，肖大军，你看图纸，能不能让他来？ 来，肖道局长，这边。这个价费了我2天的工。肖道局长，您看，我是不是还得再下3刀？下2刀？2刀是吗？好的好的。哎，肖道局长，那我是应该正着点呢，还是斜着点？斜一点吧。 肖道局长，您看，哎呀，坏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收拾了。这要站好几次才能成功的。肖道军，咱可指望他们帮咱们干活呢。这要站好几次才能成功呢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反正站了好几次了。 我有经验，这次保证一次站好。我真不是故意的。看在董事长的面子上，饶了你。谢谢董事长，谢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好。